向我说话，我灵命更新，向我显明，我以生命定，我不能依靠，没有你。再说一次，向我吹气，我从尘土中被兴起，向我说话，我灵命更新，向我显明，我以生命定，我不能依靠，没有你，没有你，原谅我，原谅我，曾经迷失自己，以为逃避能解决问题，但是你还默默等着我，张开双手等我回头，我只想要一生为你而活，用你方式来打碎牢火，让逃将，让逃将的手来锁着我，在天父爱中重新来过。我只想要一生为你而活，除你以外，除你以外，我一无所有。如果还有再一次机会，我会更紧抓住你的手。好吧，当我们从头来唱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应他的爱。向我吹起，我从尘土中被兴起，向我说话，向我说话，我灵命更新，向我显明，我以生命定，我不能依靠，没有你。曾经迷失自己，以为逃避能解决问题，但是你还默默等着我，展开双手等我，等我回头。因此我们要说，我只想要想为你而活，耶稣，用你方式来打碎牢火，让逃将的手来锁到我，在天父爱中重新来过。我只想要一生为你而活，除你以外，我一无所有。如果还有再一次机会，我会赶紧抓住你的手。对了，一起来说，我只想要一生为你。我只想要一生为你而活。
是使风平浪静的神，主啊，你是能够走在水面上的，你的能力是广阔高深的。主啊，我们的困难在我们的眼里虽然很大，但我们知道主啊，在这困难里面有你的祝福，在这困难里面有你给我们的帮助。主啊，谢谢你陪伴我们每一个人，谢谢你愿意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那样多的机会，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紧紧握住你的手，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紧紧握住你的手之后继续往前走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缺乏信心，但恳求你给我们更多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依靠你，让我们能够在从船里面踏到水上的那一步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的信心是满的，我们的信心是充足的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必然会抓住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各位弟兄姐妹请坐。